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，缤纷娱乐现在开秀。周深可谓是2020年最受欢迎的男歌手之一，是位宝藏男孩。周深将与萨顶顶老师在央视中心晚会上进行合作，圆了粉丝们想听两位神仙一起合唱《着手指月》的梦。周深萨顶顶将再次神仙合作，周深央视彩排清唱《万物生》加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空灵的声音真的太神仙了。周深萨顶顶在接受后台15分钟的采访了之后表示，顶顶老师这首歌巨难唱，唱了3-4遍。这不是周深和萨顶顶的第一次合作，他们两位还曾经在《王牌对王牌》第5季节目当中同台演绎过《自由行走的花》，堪称是神仙组合的合唱。两位啊都是可以称得上是天籁之音，神仙合作，仙上加仙。周深和萨顶顶老师的合作可谓是神仙联动，两位实力唱将的互相给予呢，一定会让他们的合作顶上天花。终于等到两位歌手一起合作《着手指月》。曾经记得某一次采访问到萨顶顶老师对谁翻唱《左手指月》印象更深刻，萨顶顶老师回答周深，原因是他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是有感情的。周深的歌声啊，就像是和你描述一个或喜悦或者是悲伤又平和的故事，你能够在他的歌声当中明确感受到他在表达的情感和韵味，这是周深作为一个歌者非常深入人心的地方，也就是他能够唱进你的心里。对于周深与萨顶顶老师的再次合作，许多粉丝都很期待，《自由行走的花》就赢得许多网友的称赞了。而这一次的合作呢，一定会是一个经典的舞台合唱，相信两位天籁歌手啊，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。周深的歌曲也让人入深坑呐、啊。宝藏周记第11期当中，光宇老师在线夸赞周深，称他已经不是一曲入魂，而是入坑深。周深呢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魅力，他可以从音乐的领域全方位的征服你的耳朵，也可以幽默的、有趣的、通透温柔的。这是百变的周深，也是始终如一的周深。从深入人心第一季被更多人熟知，在这个节目当中慢慢打开了自己，到我们的歌感受周深的音乐魅力，他就像是百灵鸟一般，不断的刷新着观众对于周深的认知，不断的给予观众惊喜。他的语言天赋，他的音乐百变，都在告诉着听众，他天赋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歌手当打之年当中啊，周深的表现让小编惊艳，他每一周都在展现不一样的魅力与惊喜。大鱼的天籁吟唱，愿得一些人的深情温柔， Monster 的欢快畅快，包括达尼亚的美声和雷鬼结合，解锁俄语语言，达拉崩巴的顺利出圈，分饰五角美声花腔与二次元的完美结合，相思展现古韵古风，自己按门铃自己听的病娇性感，他都可以完美驾驭。喜欢上周深，你的所有曲库他都可以满足，他的每一次舞台都会让你惊艳的。期待中央卫视的中秋晚会上，周深和萨顶顶老师的神仙二次合作，他们一起演绎《左手指月》可以安排上了。你期待他们的神仙合唱吗？欢迎评论区评论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你给出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